看一看这个故事的几率吗？就是会坏掉的几率吗？就是重复在行驶的几率，一个小时内重复在行驶的几率怎么发？那很酷哎、欸，啊，帅哥，没有吗？很酷，真的很酷。以后那个台大文学院的小姐不需要为你疯狂。不是八位啦，你后面四位啦。因为他想来了，第一节目帮助冠军。你们四个一个车厢，好，然后小朋友四个，你们四个。我们做猫懒之眼哦。对呀，很多啊，为什么？现在是不是很多了？上车了，随机的。好，随机的，对。我第一次坐这个坐这个下面是。第一次坐啊？我第一次坐下面是空的嘞。你是第一次坐吗？我第一次坐。我第一次。你们刚刚不是吗？不是，我说第一次坐那个下面是空的这种的。我是说你们刚刚上来的时候不是吗？不是、啊，我是第一次。不是每一台都是哎。啊！我怎么那么幸运，来回坐？两次都碰到了，这个几率不多嘞。几率不多哎，所以我刚刚就讲说，奇怪，为什么刚刚我们坐那一台又碰到那个了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他有分两排，他刚要上来的时候，他有分两排，排队人一般要坐一般的缆车、啊，一般的那个。哇塞，真的是你太好运了，你们。说那个徐志章跑到你家去啊、哦？对呀、啊，那天也去我们家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珍姐煮那个咖啡，你们看。特别煮那个咖啡，专业的咖啡给他喝，是麝香的吗？不是，徐志章去你家，对，那天去我家啊，真的啊，什么时候、啊？好久没看到他，那天把他带来我家，上礼拜而已啊，哦，上上礼拜啊，对啊，啊，徐志章没带机，没带机，就昨天去我家聊天。下班的时候卡一通电话，我啊，吃久无看，叫阿好阿伯择期，不如说，那好像今日晚上，我马上去下班，我们就聚一下。啊、我来去公司找伊，伊咧公司咧美丽华园。哎呦呦嘞，怪怪的。哦，你去公司找伊，然后再一起去你家。啊，去伊咧美丽华边啊，食饭食食啊。啊，阮靠档来讲好，啊，安尼食饱了，要送我回去。嗯。好，送我回去好。啊，我叫曾姐吼，孝伊做家己做孝顺啦，咖啡啦吼。啥物好料的？出来上好，唔该拢传出来啦。嗯。那是朋友的声呢，哎，起码未歹。我很久没看到他那天。他现在还在那个公司吗？对，还在。从那里很基本的一个做，要营造业务，一直打拼到最后。嘿。就做到经理。塞开一架 Lexus。哦。不错啊。你看。他很厉害的。对他，我说他是苦尽甘来的。你看，我差好多，我嘛是搁塞一架后路的，人家已经换过来吃去了。哎啊，他的小孩子都跟他。他小孩，他是老三是。